你听过这个世界上有100分完美的人吗？如果一个女孩家世好、性格好、长得好、运气也好的话，那就是100分女孩。可是这个世界上又没有100分完美的人，这样的女孩就不存在。可是老天为了留住这样的女孩，就在她们脸上做了一点小记号，扣掉1分，她们就从100分变成了99分。 我就是那个99分女孩，偷偷转转，生活像画圆圈，逃脱不了，后退不了，早就习惯这嘈杂世界。我们在一起，但我能感到你在此间。靠近你以前，我倒数时间。 想抱紧你，为此我宁愿再等1000年，直到遇见你。美好的不真实，如此无与伦比。你的双眼像钻石凝视着我。 真实，如此无与伦比。你的双眼像钻石。